艾薇哥哥，我嫁给你好不好？有人说，遇见未来是一种幸运，也有人说，遇见未来是一种诅咒。但我相信，时间的流动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。在流动的时间里，能拥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坐标，我觉得我很幸运。回头，回头，别过来。林剑，你跑不掉了，别过来，再过来就跟你们同归于尽。别走。是。就是这一幕，我们终于把他抓住了。喂，魏审警官，抓到了。小雨带回来，你放心。我们约好了，不管在哪个时候，我都会在那儿爱着。慢点，小心。什么？抱脚谭脚。谭脚，他有话跟你说。徐金苗，那里还有一个人。是另外一个受害者吗？凶手，还有一个凶手。沈行前不是一个人。你慢慢说，那人长什么样子？他做了什么？他现在在哪？我当时半晕半醒的，我听见有人在争吵，他们吵得很大声，我记得那个人的声音很可怕。他说，说了什么？他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他叫我自己解决。然后呢？他还说了什么？他现在在哪儿？许金苗，许金苗，许金苗！你怎么知道我叫陈新建？别动！你不要乱来，就算你杀了我，你也逃不掉的。你别动，我叫你别动，想死吗？
没事吧？吴宇，啊，快抓住他！在这儿，你的同伙是谁？说，我是该。吴宇，怎么了？这个人趁他叫罗丹，拿刀袭击他。你胡说！我那是想救他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我遇到邯郸晕过去了，我醒的时候就在这儿。你认识？认识。他叫陈新建，以前跟我一起组过乐队，后来不和就散了。肯定有什么误会，先把他放开吧。误会？谁和跟你这种叛徒在一起啊？叫谁叛徒呢你？就是那种为了钱直接不活的人。怎么了你？你再说一遍。好了，为什么要上来谈脚？我们这失踪的两个女孩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什么两个女孩啊？我发现你们是不是？快说。好啊，你们这样人都想欺负我是不是？啊？行，我就是想杀他。那两个女孩也是我抓的，怎么着？干嘛？那两个女孩在哪？别！你倒是说不说？跟我来横的是吧？我就是想抓他们，怎么着？弄死我！别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事吧？刚刚那一刀，你是想杀死那条蛇吧？哼，你真的是想太多了。我就是想杀你，巧了，不小心戳到一条蛇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冷静点吧，别这样，啊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位先生，我女儿到底在哪儿啊？啊，你女儿？啊，没准儿死了吧？忽悠什么呢？妈，小莹，你叫我？小莹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啊！你吓死我了！你问一下，你就你一个人，那个朱继伟小姐没跟你在一起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朱小姐，对，她就在前面，要我带你去吗？走。哎，慢点啊！这边，小心点啊！那他不就在那儿呢吗？小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没有。你们呢？没有，我们从海边一直在找你们呢。哎呀妈，真是的，我就想自己安静的待一会儿，用得着这么劳师动众，丢不丢人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招呼也不打就消失这么半天，太不懂事儿。不是，我们这顶多也就坐了半个小时，你们都当自己是幼儿园家长呢？半个小时？疯了吧？我们大伙找你妈找了半天了。就是啊，我们所有人都很担心你的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这不是还有他呢吗？我们两个成年人一起出来走走怎么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从营地离开到现在只用了半个小时？嗯，不是，谭将军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在骗你什么？闭嘴！我看他心情不太好，就安慰了他一会儿，真的没用太长时间。我看这个，
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觉得我有这个实力吗？这会不会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啊？应该跟品种无关。没有一种植物从花开到花谢能够这么快的实现。我刚刚在那儿也看到很多。走。轻点。怕什么？大白天的还能闹鬼吗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对表，等我一下。阿玉哥哥，吴玉哥，阿玉，过去多久？时间过去了七秒钟。我这边过去了两分钟，不是花开得快，也不是人走得快，而是时间有问题。时间的流动性很不均匀，朱小姐跟小英停留了半个小时，就等于我们经过了半天。我就说了吧，没骗你们。这种情况不是偶然间发生的，时间是受能量影响的。我猜这个岛上有特殊的磁场，强大到可以扭曲时间。我想，这就是搜救队迟迟没有来的原因。阿玉哥哥，你的意思是搜救队来不了了吗？难道我们要在荒岛上过一辈子啊？还一辈子吗？船上那点吃的马上就见底了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一定可以获救的。说的好听的吃什么呀？靠那个喜欢你的小歌手捕鱼啊。少说两句。靠他没用，要吃的我有的是，靠我才有用。树林里的那些包装袋是你丢的？不光是那些，我的吃的多的是。赶紧给我松开，不松我不带你们去啊！带我们去拿吃的，就松开你。小老太太疑心还挺重。你说谁小老太太呢？带你们去也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这妞亲我一下。你再说一遍。别打了，你信不信我弄死？行了，够实情的。别弄啊！你弄啊！少说两句。那你们永远找不着吃的，大家都饿着，一了百了。对我和我的朋友尊重一点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好好好，我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是吧？别生气啊。我带你们去，好不好？带你们去。带路。
小心啊！走快点。来。哎，慢点啊！妈，你小心啊！小心啊！什么破地方？哪儿呢？吃的就在里边呢。谁知道你有没有在山洞里面做手脚？反正吃的就在里边，不是怂货的，就跟我进去。哎，走，南向前进。你们快点啊，就在里边了。小心啊。小英慢点啊。小心。确定吃的在这里啊？你这是问话态度吗？你跟谁挨挨呢？我没名啊，我真是。请问食物在哪里啊？哎，这么说多好，既然你问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醒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跟我家一样，要是没我，你们根本就找不着。嘿嘿，走吧，想脚下啊。小心点啊，前面这个地方石子很多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如果跟我们一样遭遇了海啸，那他为什么会在洞里面醒来？这个人满嘴跑火车，谁知道说的哪句是真的，哪句是假的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陈清剑跟我们认识的那个陈清剑是两个人一样的？是的，他的说话方式、表情都像是另外一个人。甚至他救过我一次。未来的陈清剑卑鄙冷血，心思缜密，甚至挑衅激怒我们都拿他没办法。而这个陈清剑却会被你吓到战不稳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可是一个人经历过什么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？你还记不记得徐静苗曾经说过还有一个共犯，而陈清剑是从犯，主谋另有他人。你的意思是说他只是一个傀儡？可就算是那样，性格也不应该差那么多。这里面一定有古怪，我去前面看看他搞出什么名堂。嗯，你跟上我。你小心啊。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？你有心事？没有啊。不过我觉得几分钟之前的你和现在的你很不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短短几分钟之内感觉你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故一样。
就像这些花儿，他们的时间好像被瞬间偷走了。我们有时候也会弄丢一些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失去的东西一定会在另一个时刻重逢。另一个时刻中，既然宇宙让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相遇，这就说明你们彼此之间有某种看不见的强大引力。如果其中一个改变了状态，另一个也会改变状态。我觉得你们就是这种关系。谢谢你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你有心事。走吧。小心。你们快点，就在前面了。就是这里了。这箱子里边全都是物资，有干粮，还有水。天哪，这么多物资，这下我们一定能撑到救援队过来了。我就说我不会骗你们吧。我们这么多人在，你也最好老实点，别耍坏啊。好心没好报。吃点东西。在我身上的，就在这儿拿的，你看，他就这样。哎，去哪儿了？你，原来是你搞的鬼。谢谢。没想到你还会变魔术啊。你说这个，嗨，要不是被逼的，谁会学这东西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因为感兴趣才学的吗？嗨，不聊这个，说说你啊。你说你一个人做安眠的，也不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家人多担心。是啊，他们应该会担心的吧。这个人，你是朱家的女儿？我姓朱啊，我当然是朱家的女儿。哦，那个我去盘点一下。来，喝点水。谢谢你。是。问你个问题，你跟陈兴建很熟吗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，给你看看这个，上回你写的歌，我给你写的副歌，看看，不错吧？
来吧。等咱们火了以后啊，就把这根卖了，做我们才华和友谊的见证。能把咱们一起写的歌给卖了，没想到你把你自己都给卖了。你酒吧辞职，就是想签那个网红公司，对吧？对，我签了。对，经纪人看过我们的演出，他说我一定会红的。阿信，等我火了，我们就可以实现。实现个屁呀！实现什么？你能火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为了音乐，那怎么就不能为了音乐去尝试调整一下自己的风格呢？等我好起来，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，让喜欢我的人慢慢喜欢上摇滚，这样不好吗？你就是被人忽悠了，你永远没有机会。我错了，我可以。周伟，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不在乎你把那些歌卖了，咱们再写个更好的呗。咱们现在已经有观众，已经能做半场了，这就是证明啊！对不起，我想试一试。你走了，这是叛徒，音乐的叛徒！我会证明我是对的。怎么说呢？他这个人嘴是挺欠的，但是人绝对是个好人，而且他是个特别热爱音乐的人。其实我觉得他比我有才华，所以之前他袭击弹脚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个误会。想问你个问题吗？巧了，正好我有问题要问你。一句换一句呗。成交。你说你在洞穴里醒来，你醒来后有没有其他人存在呢？我醒来的时候的确就在这个洞里，身边没有其他。到我了。我明明救了你，可你为什么说你比任何人都更想杀了我？因为你夺走了我最重要的人。他吗？你们女人的嫉妒心也太强了吧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喜欢女的，我喜欢女的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哪那么多问题啊？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。好吧好吧，你问吧，我是小霸王点读机，哪里不会点哪里。既然大家都是被海浪冲过来的，为什么只有你出现在洞穴里呢？我醒来的时候的确在洞里，哎，不过不是在这个洞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啊。奇怪，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满是晶石的洞穴，怎么这一次没看着呢？什么晶石洞穴？就是整个洞穴里边都是亮晶晶的石头，过几年挺值钱的。这次没遇到，可能在其他的岔路口了。你说你醒来的时候就躺在这儿了，但四周并没有水，那你是怎么从海上过来的？哼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梦游，肯定是梦游。我先梦游到沙滩上，然后
一步一步走到这里边来的。哎哎哎哎，你能不能靠点谱？人家认真问你问题呢，你这么瞎编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，比铁人年找公司签约有意思多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写过一首像样的歌吗？都是一些口水歌，越写越烂。你侮辱我可以，但不允许侮辱我的音乐。我就侮辱你怎么了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还动手是吧？还再说一遍。还动手你？你给我松开！动手！你还打我呀你？啊！我就动了，怎么了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真后悔跟你玩音乐。我，别动手。谭娇，谭娇，你去看看别人怎么样，我去救谭娇。好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那他们怎么还没出来啊？哎，怎么了？里面塌房了。其他人呢？阿月哥哥呢？乌鱼哥哥、谭娇姐呢？谭娇被困在里面了，乌鱼在里面救她的。乌玉，你要冷静，他在等你。塌方好像结束了，我们快救他们吧。走，多小心点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现在里面很危险，女生就别进去了。叶远大哥，就麻烦你留下来照顾一下女生，还有把这些物资运过去。我们周围先进去。你们也注意安全啊！一定小心啊！小心点啊！走吧。慢点啊，来。啊，不用，自己。我帮你拿一个吧。慢点。谭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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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云。谭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我也没事，那就好。刚刚就是他帮我撑出乐视，自己却被砸晕了。怎么样？只是晕了。你能想象吗？这个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杀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杀了你妹妹，
还想要杀了我的人，却在这个时空里面救了我两次。确实很难相信，不过在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倒不像是他在跟我们演戏。那些食物不可能造假，而且他不可能预测到我们每一次的行动和出现的意外，这些都不可能被安排。可是我好矛盾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他。一个在未来杀了壮宇，杀了那么多无辜女孩的人，我刚刚居然帮他包扎好了伤口。你做的对，如果壮宇还在的话，他也会这么做的。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特别别扭，就算此刻的陈新建是无辜的，那我们还要看着他将来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吗？我们这是在纵容他，是在支持他犯罪啊。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
见落叶，谁和谁的情切，花开花落灿烂世界。